是从39级升到49，正想祝贺你呢，得亏还没有祝贺出口，不然的话你尴尬我也尴尬，咱俩都尴尬，是不是？要爹是你爹爹的弟弟，我们那儿不喊爹，我们那儿喊叔，老大喊伯啊，就跟你们那儿不一样，我是回民。然后我们一家，我爸是五个，尴尬个啥？我尴尬，哪能是你尴尬呀？你可以扭头就走，我不是走不了吗？我们那儿老大是伯，大伯，其余的全部都是二爹、三爹、四爹、五爹。哦，我们那儿喊爹，不是喊叔，我们那儿喊爹。然后。老大的媳妇们都是大妈、二妈、三妈、四妈、五妈，是这个样子喊的，对吧？不喊几婶几娘。那幺弟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我前个号是42，你前个号是42，但是不是跟我没关系吗？这个号不是跟我有关系吗？是不是？哪个号跟咱有关系，咱都紧着哪个号聊。老六是个回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回民跟汉民生的小孩可聪明了呢，事在人为，6级了，可是二民的。他换大号去了，你看着，走了有事。嗯，我以为人家换大号去了呢。感谢事在人为啊，我跟你讲，这6级不容易啊。所以呢，咱们都做好一家人，好不好？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，你要说贵妃最美；别人说我差身材不好的时候，你说贵妃的心最美，贵妃的人最漂亮，知道了吗？能理解不？因为我人眼看狗低，知道不？因为我级别高的比我人还跟着蹦跶，蹦跶个嘚儿。千辛啊！侮辱人的话那是张口就来啊！我昨天买的葡萄，我今天又买了。昨天花了12块，今天也花了12块。宝宝，时光，你要让我往沟里带，我带你干嘛呢？我带你干啥呢？你这话说的，你压根在沟里都没上来过，还用得着我带呀？嗯，虽然人家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但是你本来你就不白，你还嫌弃我？嗯，我能白个人儿。你嫌弃我呢？光光时光，你给我报销了吧？十二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孩儿他能闹腾，光让我吃那酸的，我一天再吃一兜，一天得吃一兜，一天都要吃一兜，你说这咋整？昨天花了12，今天花了12，而中午还没有吃饭，这会儿才挣了15块，到我手里7.5块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一早上了，先收拾娘们来这接受客，这是最基本的礼仪。哦。你都住一个窝里的人呢，你还是客呀？啊，你还自己给你自己当客人呢？你咋恁排场呢？这是南阳哪里？去你店里买东西，哥哥，你连星星都不愿意送给我，我店里东西都是100往上的，你愿意消费吗？一毛钱你都不舍得给我花，你还要来我店里消费啊？我不信你啊！我这个人现在对人没有最基本的信任了，因为光标我他们。对男人没有兴趣了吗？没有。
对男人我一直都有兴趣，但是我对级别高的男人有兴趣。感谢新的三颗棒棒糖，花了2.9元，是不是3.927元啊？不对，花了2.7元，感谢你啊，我回你个礼啊。你还没走呢，你还没有走呢，好运来啊，你还来这不走干嘛呢？嗯，有的时候我跟你说，看得多了也不太好，虽然我这直播间治有些毛病，但是你看的时间长了，主要是对你身体不太好。你想想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搂着你媳妇儿，你想着贵妃，过分不？过分不？啊，不行，江湖规矩不能不。我说了，我不要7颗心，我你得要成双成对的给，还有那个心宝宝，你现在给我送个棒棒糖，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收单个的，我没有办法收单个的，你都要成双成对的，中国人讲究就是成双入对的，老了你看也住一块儿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啊？你看我这直播，你看一会儿马上就20个人，那一个人马上就要走，为啥呢？他跟着单着，他好意思不？我算吧，我在这里面算不算？你看，感谢宝宝。店里卖什么呢？卖鞋子的。你要消费吗？卖鞋子的，因为赔了10来万，所以不准备干了，然后才直播的。我跟你说个正经话。就是因为赔了，去年到今年换个地方赔了，男款女款，女款，你有媳妇吗？有媳妇的话，咱俩别勾搭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这个人不能这事儿当事儿。你说你个没有，然后我再勾搭你，这个就是话叫我不知道，当了也中，能理解吗？我心里过得去。你看人家忙碌一身，人家后面直接挂了个单身，这种人你都放心，可劲勾搭没有事儿。为啥？人家是单身，勾搭成了一家人，勾搭不成了各找各新欢。我有媳妇儿勾搭你咋了？你贱。你浪里欢，你让我弟弟你抱着有一种安马上就要得到又得不到的心，你说咋了？嗯，事儿大了，咋了？天天还明目张胆过来调戏我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，切。宝贝儿，把头发往后撩一点。好的呢，宝贝儿，来，来，上俩棒棒糖，撩哪儿你说了算，实在不行咱扎起来。气不死你一天天的，一会儿给老子气流产，老子找你事儿去。给老子去流产，老子找你事儿。来呀，你来呀！哎呀，流产。你不说我怀孕2、3月了吗？你不说我怀孕2、3月了吗？那流产多正常呀。流产，我出去胖了7斤，他说我怀孕2、3月了，那流产很正常呀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不正常了？
谁跟你说我没有的？我都说了，挣一亿比较难，但是想找十个男的容易得很，知道不？谁跟你说我没有了？只是老子现在不屑于找而已。谁跟你说我没有了？谁告诉你的？